是啊，就早上好、啊，早上好、啊，宝宝们，没有点关注的话呢，我们上方可以越点点关注，感谢星星哥哥的点赞。那没有点关注的话呢，我们都可以越走一波关注啊。今天这会儿呢，我们是以互动为主啊，然后等一下的话，我们再去给大家讲下一辆车，好不好？因为那边在开会啊。嗯。哎，C 六零优惠多少钱？C 六零优惠七万块钱左右吧。嗯。七万块钱左右。哎，C 六零是的，被窝里暖和，那你必须暖和。哎，太暖和了。 你的生活是我的梦想啊！哎呀，你的生活啊，现在的生活就是我们努力想向往的一个终极目标啊。嗯，是的呢。没有点关注哈，还还可以月点点关注哟。你们没吃饭啊？说真的，宝宝们，没有吃饭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新乡合众沃尔沃来找月月啊，然后月请你们吃饭，好不好？月月请你们吃饭啊。阿紫厚不厚？嗯。 看着袜子新买的，你咋眼神这么尖呢？你怎么知道呢？感谢智能宝宝的点赞啊，非常感谢，辛苦啦，辛苦啦。嗯哼。感谢点赞，感、嗯、<哼>左上角的福袋也都参与一下。是的呢，参与一下福袋，参与一下。嗯、感谢大家的支持。坐那么远，怕见人吗？嗯 嗯，优惠七万有点少啊！你来提车吧，来提车的话，优惠会更多一点。啊，直播间给大家报的都是一些就是实在的现金优惠啊，因为你不同的购车方案，包括你个人的一个一个购车的一个资质啊等等，都会影响到你最终的一个价格的。啊、是的，只是你可以就这个级别车啊，价位区间在在这么多。 啊，具体的话，咱们可以以您个人的一个情况，啊，来决定你最终的一个购车方式及购车方案啊。今天介绍什么型号的车、啊？每台车都会给介绍的。对，每台车都给大家讲。你想听哪款车的话呢？可以打到屏幕下方，对，好好屏幕下方走一波、嗯。早上好，宝宝们。嗯，早鸟福袋都参与一下，好吧？参与一下福袋的。是的。 感谢夸奖啊！喜欢乐,乐的话呢，可以点点关注，嗯、好不好？点关注不迷路哟、嗯嗯嗯。欢迎摇摆，我们哎坤，我我看我们是几？三十多吧，大概是。S 六零<看>哪一款有倒车的主动刹车啊？都有啊。二零二二款啊，这位朋友八三幺三，嗯，二零二二款啊，全系都是有这个倒车的主动刹车，它跟 S 九零。 啊，是一样的，都有全系的倒车主动刹车。是的，嗯嗯，感谢各位的关注啊！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呀，早上好，早上好呀，宝宝们，我们这边现在正在开会啊，我们等他们开完会之后的话，然后我们就再给大家再继续讲一下车。那么这会儿呢，我们是以互动为主啊，你们想问什么的话呢，都可以打到屏幕下方，然后月月可以给你们解答，好不好？在哪一年的？你猜我哪一年的？ 嗯，别悟空，想看哪台车？打在评论区啊。目前旁边有台 C60，啊、嗯，倒车防碰撞全系都有吗？倒车防碰撞，目前 S C90、S90、S C60，啊，这三款是全系都有的。啊、嗯，现在保养贵不贵啊？现在保养不贵的，啊，一年或者一万公里一保养，一次保养的话也就一千多一点，啊，一千两三百块钱。嗯、是的，嗯。为啥二一款的没有？ 嗯、呃，你这个问题问的我有点没法回答啊，就像我年纪一样，我这个今年十八岁，那我为啥去年十七岁？我也不知道为啥，反正就是这么过来的，对吧？嗯。嗯，哎，C 六零可以装宝华韦健吗？哎，C 六零智源版可以选装，智源版的话可以选装宝华韦健啊。嗯、月的小虎牙，那肯定是虎年呢。 <laughs> 嗯，是的，咦，那真甜，嘴真甜啊！你这有预谋的，有预谋的在这个评论啊？你怎么，对吧？啊、我刚才撞的车气晕了，嗯，咋咋,咋气晕呢八三幺三大哥，您这有有有什么问题吗？你怎么啦？怎么啦？嗯、啊，二一款，哦，你的意思<有>您的是二一款的车，然后就是因为这个没有这个功能，导致的这个一系列的情况是吗？ 那你二一款确实是没有啊，因为很多的功能它都是，对吧？一代更比一代强的，这个你早买早享受，这东西没法说的，<对>好吧？对，所以说你如果看重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下手嘛，对不对？早买早享受啊，晚、嗯、买,买享受。不不不不，大哥是因为没有这一项功能，这个给那个啥了。啊 嗯、现在隔音怎么样？嗯、有提升了吗？嗯、隔音提升很多了，四十八伏轻混啊，<对>包括部分车型搭载的双层层压式夹胶玻璃。嗯,嗯，主播九零后嘛，对了 <coughs>，我就不给你在这上面刷了，等你开播再刷，<Okay> 你懂得，好多三、啊、万上才艺，三万三万什么上才艺、啊？今天晚上开播啊，今天晚上开播。嗯 小姐姐是销售顾问还是主播？销售顾问兼主播啊！小姐姐可以说一下是哪一年的吧？嗯，九零、嗯、年靠后的吧。主播累了吗？主播可能大概也许。我零零年的坤坤。<S <laughs> <S 嗯，S 一六零加装宝华韦健需要多少钱？S 一六零加装宝华韦健需要多少钱？两万五千八，25, 800, 对，两万五千八。对，两万五千八，宝华韦健带回家哟。<S 嗯，S 一九零 T 八多少钱 c 九零的 T 八多少钱 i 九零 T 八。 G E 还是 G 啊？啥玩意儿？S 九零呀？T 八 G E 啊？T 八 G E 的话，大概在四十三左右。X C 九零。X C 九零。嗯。X C 九零的 G E。嗯。七座的。嗯。B 系列的。嗯嗯。T 八。六十多。T 八。T 八。嗯。七十多。嗯嗯。七十多。从四千人到八十人，因为限流了，限流了。 一会儿，等到点儿我们直接重开一下。对，重开一下，我们人气就通、嗯、哪里的, <laughs> 的？河南新乡的，河南新乡的。二而一款的智逸豪华享置换二款的致远加保。豪华件，大概需要加几个 W 呢？嗯。 感谢幺幺送抖音符号哟。就、嗯、几个 W，你因为置换牵扯的东西比较多啊，这个尾啊，你可以私信一下啊，私信一下，有一说一，有一说一。感谢送的抖音符号啊，九零 <laughs> 年靠后的九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九六九七九八九九一百零一零二零三零四零五零六零七零八啊，都有可能的啊。你这个句话有问题的问题。 九零年靠后，首先问题归问题啊，啊虽然不严谨啊，但是非常正确，啊。它就是九零年往靠后的，对,对，人家指定不是八几年的，就对了，是不是？那指定是向后靠的啊。S C 六零好像只有十五个喇叭，对，八号韦健的 S C 六零啊是十五个扬声器啊，十五个扬声器，哪个车行啊？沃尔沃四 s 店啊，授权经销商、嗯、新乡新沃啊汽车<对>销售有限公司，<的>好吧？ 我们在河南省新乡市小店东安汽车园区啊，新乡河中沃尔沃也欢迎大家来新乡来找月月啊，来找月,月的话呢，月月请大家吃饭，好不好？嗯，女人太漂亮容易迷失了自我，嗯、你是不是？你倒车的时候，你看后边车里边坐的是个小姐姐，你光顾看了，然后你倒车也不知道踩刹车了，然后就给人家那啥了，你是不是？<laughs> 嗯、呃，你看到了吗？月月都不想接你的话，看到看到什么了？我得听到呀，看到不行啊，这这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呀，不但能看到，也得听得到啊。郑州新沃是一家的吗？一家的，一家，他一个老板的啊。一个集团，但是不一个店啊，嗯、一个集团不一个店。对，嗯、我们集团在在在河南好几家店呢，好几家店，<对>啊。